可是，丁丁先生说，这里地方这么小，人这么多，太不方便了。一个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的脚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有啦，我们可以围篱笆。没错，其他城里人也说，围个可爱的小篱笆，篱笆真方便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地方。这片草地反正够大，草地。可是丁丁先生说，每次都得跨过篱笆，太不方便了。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啊，有啦，我们可以修马路。没错，其他城里人也说，修条可爱的小马路，马路真方便，大家都可以轻松地到达自己的地方。这片草地反正够大，够大吗？